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心观》。我们想到颈椎啊，不管是我们的颈椎、腰椎啊、胸椎啊等等，想到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脊椎骨，然后里面的一个神经啊，其实引起它疼痛，譬如说背痛啊，或者是脖子酸痛的这个因素，非常非常复杂。那么有时候医师们也是伤尽脑筋啊，费尽心思啊，来找寻可能问题的一个点。譬如说脖子痛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想到刚刚讲那样的一个问题以外，这是叫做小关节面。小关节面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颈椎的一个脊椎骨，这是另外一个颈椎的脊椎骨，它彼此之间它的一个结构有它可以互相扣紧在一起的地方，形成它整个结构的一个稳定度，很像说哇，这个很厉害的一个工匠师啊，不用什么钉子啊，但是啊，整个卡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很稳固的一个艺术品，或者是建筑物等等，这个也是一个建筑物，也是一个艺术品啊，它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很多地方，它有一些彼此可以去很好的一个稳定有帮忙的那样的一个界面的一个存在，这就是其中一个界面，叫做小关节面。所以这个小关节面跟我们的活动也有关系啊，脖子左右的扭动或者上下的那样的一个活动也有些关系啊。它本身的引起的关节炎也有可能造成我们脖子的一个酸痛，所以脖子里面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椎间盘的一个位置，这是脊椎骨的位置，这个就是小关节面的一个位置啊。所以临床的医师啊，神经科或者是骨科的医师觉得这个有问题的时候，就会利用我们局部给它定位的方式啊，然后打局部这个地方打入麻药或者是一个类固醇啊，让局部这个地方发炎反应会控制住的一个状况，来看比较它的一个疼痛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会，那就确定这里有问题啊，再进一步在这个地方再给它做治疗。所以你看看我们想到都是这个出来的一个神经根这个地方在我们的一个脊椎，可能是椎间盘或者是退化所造成的一个狭窄造成的一个压迫，其实要想的事情还蛮多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外面肌肉也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绝对不是说一下想到背痛我们想到就是脊椎骨，想到就是要开刀，想到的就是要给它固定，要放很贵的那样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融合器啊等等的一个问题啊，还是要请医师啊针对这些问题啊，我们好好的做一些评估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一个脖子，我们的一个腰椎，这个都是让我们可以一方面又可以自由的活动，一方面又能够挺立的建筑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活动，可以活动。我们如果胸椎这个地方它是不会活动，但是颈椎跟腰椎会活动，也因此它的退化就会比胸椎要来的严重啊，就是因为它长久使用的关系啊。那这幅画当然呢，这个脖子酸痛啊，或者是腰酸背痛，这是自然会发生的，因为它农民很辛苦的一个工作，所以它的一个负荷力道更加比正常还要来的严重的时候，久了它退化，它压迫神经，那当然很辛苦的经验，持续是19世纪啊。米勒，这个巴比松派，那么他画的这样的一个农民在傍晚的时刻晚倒啊，这个一天有那样的一个辛苦工作，有一点马铃薯要收成啊，但要非常感恩的形象，让人家非常敬佩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对农民的形象的肯定啊。他农民画的不是很卑微的一个苍生其中的一个小小的蝼蚁啊，而是那样子挺立在这个大地上面，非常让人家敬佩的。好，这幅画实际的大小是什么样子？人物看起来是很大，我们看起来这两位农民农妇看起来很大，其实它很小，这幅画很小。那我们再把这个时序，刚刚是19世纪的画，17世纪维梅尔的画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幅画，倒着牛奶的女仆啊。也一样，看起来对女仆讲起来有她的一个尊重感，
不是把它画成躲在角落的那样的感觉。好，同样这幅画这么小，好，那再拿维美尔另外一幅画，哇，戴着珍珠耳环的一个女孩，回眸一顾百媚生啊，回眸一笑，那样的一个动人的一个姿势啊，动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那样的一个眼神啊，闪闪发光的一个珍珠耳环在这个位置。好，这幅画一样这么小，那为什么大家想说这么好的一幅画画得这么好，为什么不给它放大一点，画大一点？画大要钱呢？那为什么他要？那你就画钱画大一点，总有这么好的作品有人买。那时候怎么会有人买这个？当时也因为其实从文艺复兴时代以后，慢慢的中产阶级啊，这个增加了。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教会、贵族、国王有钱的，中产阶级经商成功的也有的，那他就有可能想要家里面摆一幅画来给他，认为说，有一些提升的那样气质的一个效果。那这幅画显然不能太贵啊，太贵他买不起啊，那于是他的尺寸就会缩小，所以小尺寸反映出当时经济活动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那如果一味的只是画大尺寸，譬如说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来看，林布兰的夜巡，非常大的画，大家可以看到整面墙壁啊，人跟他相对照是这么小，整面墙壁啊，可是这幅画画完以后他就走上下坡，走下坡啊。为什么？因为他这里面画夜巡的人物啊，就是在当时啊这些军人啊事实上是民兵啊，那么他出同样的钱，但是每一个人占的一个比例啊，有些人还是在暗角里面，也分不太出是谁的，可是负担的钱是一样啊，所以这些人不给钱啊，于是就被倒闭了。所以你那个大买家也可能大卖空的意思啊。那这是他当时的另外同年代的一个画家的话，每一个人你出多少钱，我占的比例就是多少，安全做法。那个时代他想要创新，有那种戏剧张力，想不到要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这个到底这个大跟小啊，怎么样取舍才是重要。所以刚刚看到林布兰跟童年时代的一个对比啊，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啊那个时代还是没办法迎向他的一个期望。对比很重要，两个眼睛啊，我们看到的视力啊，对比就会发生问题。一个八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他的一边的眼睛，右边的眼睛视力变得比较差，看不太清楚。这是左边的这个视网膜，左边的视力大概 1.0， 右边的 0.2， 有大概四五个月的一个时间呢、这个眼底镜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右边呢这样子，不对啊，怎么奇怪？这是视神经在的一个地方啊，怎么这边有一个什么东西啊？那大家想说，这个是不是视网膜剥离造成这个局部这个地方？这个其实看起来要加一点这个二维的空间呢、加一点立体的想象。大家想有一个东西啊，肿瘤往外凸出来，然后把视网膜整个往前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往前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聚焦就没办法在正常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它视力发生问题啊。所以不是视网膜本身有问题，是视网膜后面这个地方它产生出一个肿瘤出来，肿瘤往前顶的一个结果，让视觉的一个聚焦点错焦了，没办法聚焦在正常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它当然看不清楚。所以透过这个进一步神经这个眼科的意思就知道这个不对劲了，就要赶快再给他安排做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所以核磁共振检查里面，这是左边的相对是正常的位置，这是右边，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鼓起来的一个状况，再放大来看，这是鼓起来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表示告诉我们的是，在视网膜这个地方啊，后面这个地方有一个肿瘤，这个肿瘤往上凸出来，眼睛的一个肿瘤。那这是什么样的肿瘤？这是黑色素瘤啊，黑色素瘤。所以你可以想象，很难想象黑色素瘤，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四肢啊，在欧美的话是脸上啊，这个皮肤比较多的色素细胞，我们的产生黑色素的色素细胞，它变成恶性的一个肿瘤，竟然眼睛里面也会。所以这个必须要把那一部分右边有问题的眼睛眼球跟它拿掉的一个状况来解决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到底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均等份齐头点的平等才是好的吗？大家也要思考一下。感谢收看，再会。